2月20号，自情人节上线给老阿姨们送温暖，然后就消失快一周的队长凯，凭借着艺考的又一轮捷报，让整个饭圈各种欢腾。下午，微博自媒体们相继宣告，倪妮小凯已顺利通过了北京电影学院复试，即将进入30环节。此消息一出，不仅螃蟹们集体沸腾，围观的瓜友也对虎牙凯各种刮目相看。选上咱家宝宝是真的很棒棒呢。自从艺考开始，小凯就各种霸占微博热搜，从下车进考场万人拥堵，到沉着冷静的发挥，再到复试，相信接下来儿子也会不负老阿姨们的所托，亲档提名的，不仅饭圈各种关注小凯艺考的新闻，甚至连央视大大都翻牌报道。倪妮小队长真的是90后影响力的第一人呢。芒果捞新闻，坐等小队长晋升北影校草报道。